Waterfront 是什么呢？这款产品我称之为烧制水泥。为什么我这样称呼它？请看这幅图片，这是卡普奇诺色，我们的另一款新色，让我联想到墨西哥或西班牙的烧制瓷砖，十分清淡。如果颜色再偏冷，我们就会发现这款产品其实就是一款水泥。因此，这里我们也利用到颜色的功能，去改变产品的使用方式。